始呢，我就要向你来忏悔。哦，在过去几集、现在还有未来的几集，是我一直那么幼稚的表现给你带来困扰，我真的向你深深的抱歉，好不好，花花？对不对？真的抱歉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啦。其实很多人都有跟我讲说，男人就是很爱玩呐、男人就是永远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啊，而且在他们心里面，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是英雄，然后自己很棒。那其实你撇开幼稚之后，因为你幼稚的事情，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。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沉迷的爱好呢？健身。哇塞！来，我们大家跳脚。没有，是班洛迪。哇塞！可以直接这样子？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，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已经录了这么多集，然后你们每一集都要这样弄，这样弄，是不是很无聊？我都觉得很无聊。很幼稚，你们不然你们就发他一整集来，潘若迪一个人来这边，我们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完了，不要再讲。潘老师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潘老师，这个节目要多久以后才会介绍来宾啊？好啦，今天男人的幼稚，先来看潘若迪的 VCR 好不好？男生幼稚的他不是一天两天的，而且我们上次是一个两个。男生幼稚他是一种通病，对，男如果不幼稚的话，他就不叫是个男人了。那今天我们刻意的呢，我们的这边是我们的女性的特别来宾，这边是男性特别来宾。女性，不要我们这位。这边朋友呢算是弱势的代表，你知道吗？专家李明春老师特别为我们持平的来讲几句公正话。因为毕竟你知道我的生活就是忽男忽女。有时候我刚没有办法平衡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对，比如说，如果是讲臭男生的事情，我就赶快到女生这里来；如果讲这些臭女生的事情，我赶快到男生那里。那你根本就墙头草啊！是啊，快别这么说了。就是墙头草会被打呀，你看，而且还输了，然后还打输了，因为我都一直护着我的脸，我的脸是我的宝贝，不能够任何毁容的机会。我知道。吃饭的时候。OK，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。李明春老师，今天听说这个我们要讲这个男生呢，幼稚，他会沉迷，但是呢，玩人丧德，玩物就容易丧志。丧志，玩人，你说最有经验了。对了，玩人，我们是真的想玩人，谁玩？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玩人。因为以前我们是同一个学校，他有学弟，然后嘞，然后世新的，是，然后那时候呢，他就世新的，他喜欢收集两样东西，哪两样？那时候他就很爱演戏，一直演杨佩佩的戏，很红啊。桂花香啊，对，收集的嘛，收集钞票啊，第二收集女人啊，那时候哎，哪有？等一下，董哥，他跟我说那些绯闻都是假的耶。哪一个男人喝醉会跟你说我喝醉了？没有，没有，都说我没有醉，我真的没有醉。而且董哥，我黑的开车，这就撞死两个了。而且他说他初恋就结婚了，哪一次初恋啊？小五哥，你耳朵都红哎！是我初夜就结婚了。哎呦，他在我们世纪社里究竟是一立一休啦，他是千人斩，每天就用一立一休，一立一休，一立一休啊！今天真的很高兴的，我们在特别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。他其实也是个玩物丧志的相当严重的人。没有没有，我董志生，董志生，我是金门人哦。对这个也懂不懂新闻？你懂没有？你听我讲，就懂新闻，然后董志生，谢谢。哎，董哥有没有玩物丧志的经验？幼稚小朋友最喜欢什么呢？就玩具嘛。对。是每次我们买就是这个东西，太太都会说，哦，那是幼儿。New toys 啊，这种玩具。所以你的老婆是外国人？那个太太是英文老师。对对。当初董哥就是为了要学习英文。对，然后他老婆就觉得，哎，董哥当时还蛮帅的。对，很幽默。没有没有，董哥现在比较帅，我发觉他现在头发比当时还多。多。哎，真的。真的。这个不是记录的啊。我是那个艺人里面的第一位植发成功的这个艺人啊，没有吧？那个谁，张克凡不是也有吗？在大家讨论张克凡有没有植发的时候，我们先稍待一下，我们来看看董哥。董哥，那太运不上这东西，谢谢大家。啊、这样也叫做，这样也叫收集吗？不要骗钱啊！要收集吗？董哥，你不要骗通告好不好？你知道你是当红主持人，但是你当偶像可以水电行的。董哥，就算开水电行也有尊严，好不好？我们讲玩物丧志，你拿这些东西，董哥，你不要骗这条，这条 HDMI 这条要2000多块，我两千多块，我有。这是接那个 iPhone， 这个镜头，董哥，你这条线赶快回环导播。这个镜头都是给投影，在那个荧幕上面可以投影成。现在有人在用10公尺，现在有人在用 BB 扣吗？不是 BB 扣，好大一台，比那好大一台哦。我知道，因为董哥他是慢性酒精中毒，他随身要带一个。
数字什么数值啊？这是啊，数值，我们的最新的刚出来的，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投影久了。你找找把这个呢 ？HDMI， 接上去。这条来。悟空信号吧。然后呢？你这边是接个那个。接哪个？手机。接手机。但是现在还没有插电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没插电呢。它就可以投影出，也是就跟一般我们那个电视投影对，大概有我看啊，两米五。啊，长可以当成2米5，那宽呢大概是有这个1米5，只要白色地方都可以。做剪报用是很方便的。我做什么剪报啊？我看电影啊，看影片啊。这是不是我有时候到大陆去工作的时候，晚上实在很无聊，这些叫不到，没有人敲门。可是你不是都去酒店送外卖啊？你就弄一些小卡片，都有在发那种小卡片。对啊，对啊，电话里面什么都有。让董哥讲，董哥有点高血压了。还好我会带药，有水。高血压，你这个是骰子是不是？不，我在讲的是说我很热。这什么等啊？输了吗？这个2万块，2万要2万块，骰子要2万块，是骰子2万块，外面都买不到。那你怎么会有？我在那买的，自己做的，无聊。我是坐飞机的时候呢，就把那飞机那个购物的那个免税品，也不是每一家有，他的。他可以干嘛？干嘛？你告诉我吧。对呀，不要想啊，董哥。这个是想投影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这个喇叭吗？是什么？对，喇叭。那这一面呢？它也是投影出来。又投影。你要说投影啊？不是，那你先有你一个投影，你为什么干嘛？你这么爱投影？我就很爱买这个东西，我看我手都痒了，我看到东西。你看我们家的音响已经是这样子了，我们家有家庭剧院，这高级啊，这都是 BNO 的，它是丹麦的这个国宝，对对对，这个凡是全世界的装潢师，还有这些搞艺术的，都家里都有一套。我去王伟忠家，我去张任雄家什么的，他们都是那种 BNO 的，是这一对大概就要80万了，这重低喇叭，这家庭剧院光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它最特别，这电视是不是？这叫 System One， System One， 这是 BNO 最新的。你说的，他把所有的那个 source 到这里面。菜，它熬不了出来。你猜这个，就光这个铁的很重，是哦，搬的时候两个人搬一个就放。对，你猜这个要多少钱？2000块，1万5是吧？再来，1万5一致，有没有加一点？8万。我发现我现在换新的，现在新的是更轻薄的。再加一点，就你有钱买，要买翻哥有钱。8万1，8万5。我告诉你，我买这多少钱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好，62万。62万，电后的所有的线，60万可以买台车嘞。对啊，他把所有的音响线、电视线全部接进来。我在几年前、5年前、10年前，其实看起来就已经很清楚数位化。所以如果你头发很少的话，那数位化之后看起来会更清楚。哎，对啊，再配上这台电视，他不理我，没问题，他不理我，那个不回答。这个电视，销售员呢一直拼命说叫我买这个电视。对，他说电视是限量版的 BNO 的。电视哪有什么限量版？不可能，这个限量版是被骗了啦。看又不是会变有钱。我就放在，这什么限量？这电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董哥说，董哥，董哥，本来我打算说把这送给你。哎，董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吧，好，他可以做180度就转。你在哪个角度，他会自己转。他遥控器的，遥控器也被谁被干走了？这遥控器报告各位，这一只要1万块钱，真的吗？我你好有钱，我是修了一只，我要去补一只回来。啊，你总价大概花了多少钱？我要讲这电视，这电视呢，成龙有一台，它是限量版，现在你再买就绝对看不到了。成龙有限量，成龙限量，这台电视要65万一台，它可以转180度。它最厉害是它自己会转，除了会转之外呢，另外呢，它的这个色泽会因为光线，如果你晚上看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变亮。如果你大太阳的话呢，它会自动那个光线的会，你家会大太阳，变有 sensor， 连大太阳变暗都看不见了，所以他们家没有屋顶，所以它是属于 smart 智慧型的。这两个我只有一件事想问你，你电视又那么贵，可是你还是要装凯擘大观屏啊？对啊，那有什么差啊？而且其实你那么多几十万，只要把你这个干走，你就什么都不能用，对对对，我就把它干走，因为它是专用的，它是专的遥控器，它一定要配这个遥控器。那你总共在花家总价大概多少钱？大概200万吧，不止。你算过，200多万是我一到，算你赚的多了。1到3楼，那4楼我把自己我做了一个家庭剧院，那个剧院里面呢，又花了大概也是快200万，这样子。你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些影音的设备啊？对啊，因为有差吗？看这么清楚，真的好吗？这个谢祖明，这个谢正武。都可以，我怕我叫错，因为有时候小五，对，有时候常上谢正武节目，哎，在谢正武，谢谢，都可以。你记得我刚刚问你什么吗？
你为什么那么在意荧幕设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我再来是一直非常 complain。对啊，我曾经干了个什么事儿？那是我跟那何宇文啊，你应该知道吧？那时候我们不是在跟那个这沈玉玲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嘛，我们一起主持，对不对？十几年前哎，十几年前，那时候电商电视刚出来，我看到了好心动，我立刻呢就打电话订了三台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订的时候我就叫说第二天就过去装，赶快去装。结果我太太莫名其妙，第二天的打开门，哎，对，那个董太太你好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那个，他以为在抄水表还是瓦斯啊？没有，我们来送电视，装电视，开始装，哒，那电钻哒，一楼装好，二楼装上了，啊，那请问这台多少钱啊？哦，这台刚出来的一台电商电视是50万啊，你老公买了三台，150万呢？我太太当场出的电，当场当场当场差点休克。而且立刻打电话就是只有骂，就这些就先骂这种就不能讲的话了，就是你说什么，然后叫那个工人说你给我拆下来，我不买，我不付钱。我老公呢做这个事情呢实在是太没有分寸，买一台就好，而且你那商量嘛。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做是对，我觉得你这样就是一个男人的霸气，你本身又有才华又有外形，然后钱又赚得多，150万对你来讲不算是什么大钱了。对啊，你以前喝酒都不走，骰子你没在意吗？我为什么这么迷呢？我以前做过播音员，我们在那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做过播音员？做播音员，我在中广，我在中广做过播音员。是哪方面播音员？是气象的还是？我的播荣家，我主持节目的气象，命理的。然后我在外面说，我那时候是蒙金普老师，你要尊敬他一下，好不好？素颜师，还有我们有个那个助教叫做林素兰，对，林素兰叫我们要尊重。事情的精神就是，我们这么喜欢影音设备，除了当过录那个播音员之外，好像你自己不当电影配过音是吧？我是配过，配过什么电影？配过两部啊，《黑寡妇大战》，黑寡妇当过士官长，我的爸爸最爱后花园啊，这不能播啦，没有啦，这当然配过。我配什么？你跟我讲，我配的是《Box Life》，就是那个什么《虫虫危机》，有没有？哦，我配的就是那只小瓢虫。你的声音配小瓢虫，小瓢虫的英文就是 Box Life 啊。那你要来一段，来一段。这个声音在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好了，不过那个时候配的时候倒还蛮轻的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小瓢虫，我是 Box Life， Box Life 啊。哥叔，有危机来了，危机来了，大野狼来了。哦，是吗？真是的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来呢？他在哪？我声音真的是对了，马上变换。现在比较不要再播了，厉害哦！还好现在没有再播了，是真的蛮厉害，不是？可爱啊！我就觉得，我比较对不起我太太，就说我的确因为这个东西啊，花太多钱。这太近了，我快自己想一想，这个如果是。你太太也是这样子，就是不经过你同意，这样一直买铂金包，你受得了吗？每天拿回来一个铂金包，明天拿个 Hermes 回来，后天又拿个什么回来？你叫我的感想会怎么样？对，我们将心比心嘛，对。但是，我呢，我就跟他讲，后来我们怎么把这个冲突？那时候的确有很多很大的冲突，很大的。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？我怎么解决？我跟他讲说，就买10个铂金包。老婆，你看到我。我没有带什么名表啊，一般男人喜欢收集名表，对，要不然就收集名车，对不对？像瓜哥啊什么啊，他最烂的车子还是911来啊，最便宜的最好是 Bentley 啊什么的。你说我都没那个，我把钱呢，真的兴趣了，把我大钱花在这地方，这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一家子一起享受的？不是你一个人，不是我单独晚上就把灯关了。董哥的意思说这些设备好好的听音乐，大家可以一起用。董哥的意思其实很好，就是说有一天他不在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的家人一起一起吗？对对，怀念。你讲正好啊，希望谢祖武，您如果还尊重我这个学长的话，如果我尊重，我永远放心。如果一旦这个家里啊，小心。家道中落，或者说我要是啊，不小心有什么这个啊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有演艺工会什么的，大家就发起一点力量啊，是，大家认购，有人是有人来买喇叭啦，买一对喇叭，或者买个电视，把电视买便宜一点嘛，对吧？对，以这个最低价钱。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。遥控器，是，谢谢董哥，谢谢董哥。